因为晨晨叔叔的工作。晨晨哥哥，谢谢，谢谢。刚刚录影前已经交代过一遍了，谢谢。因为晨晨哥哥的工作要有三寸不烂之舌。舌战群雄，姐姐怎么说？来，魏一珍。一庄一邪。一庄一邪，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我。你们用的成语是什么？我是改邪归正。啊？改邪归正跟我什么关系啊？因为您之前都是主持一些比较整人跟那个搞笑的节目嘛，那你现在主持一字千金，让我觉得你有改邪归正。你真的觉得我平常形象上就是一个整人恶搞的、啊？我又不是沈玉玲。对，那丽珍呢？倾国倾城。倾国倾城呐、啊。你这孩子，我就觉得特别的实在。我就觉得你的比的敏勋好相处多了，我觉得。换一边发球，这边是新北市的永福国小的魏宇珍、魏雅芝姐妹，欢迎两位，来拍手欢迎他们。哎，他们呢只差一岁，一个六年级，一个五年级。得到国语文字音字形的是姐姐是吧？啊，魏宇珍。嗯。那妹妹在什么比赛有得过奖啊？市赛。市赛。哦，是全新北市的，失敬失敬失敬。那从妹妹先来，来成语叫什么？舌战群雄。舌战群雄，怎么会有这个想法？因为晨晨叔叔的。晨晨哥哥，谢谢，谢谢。刚刚录影前已经交代过一遍了，谢谢。因为晨晨哥哥的工作要有三寸不烂之舌。舌战群雄，姐姐怎么说？来，魏一珍。一庄一邪。一庄一邪。嗯，因为陈哥在主持大部分的节目都是比较像搞笑，但是主持一字千金又是很端正、很端庄。对嘛？这怎么会有改邪归正呢？